暌违11年，明华园经典大戏《超炫白蛇传》将重新问世。明晚戏剧总团把《超炫白蛇传》带回我们的第二故乡温老桃厝嘉义县烟村，县长对我们很支持，租了一个差不多50公顷，可以容纳100万人的场地给我们。哦，妖怪，都知道，都知道，爹。 由当家小生孙翠凤率领新生代强将演出精彩戏码，结合灯光效果。26号在嘉义仲夏表演艺术节登场。虽然采自由路座，但想要大饱眼福，民众还是要提早排队。嘉义县跟嘉义市加起来有70万人口，可是云嘉南加起来有200多万人口。这边如果六。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剧团安排吊钢丝演出，邀请民众相约看戏，也为暑假画下完美句点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